不会。你不会，只能说明你蠢。你的脑袋里装的是什么？豆腐花吗？每个都把手伸出来，打五下，下次不及格的要翻倍。你，把手伸出来。传播知识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，打和骂只会起到反作用。你这样做，只会让大家更讨厌物理这门学科。哼，你是全班最差的，你竟然说我教的不好。公式，有人懂吗？在这个宇宙中，我们所能看见的星系只占整个宇宙的4%左右，而其余约96%的物质是我们看不见、不了解的东西。而这96%就是暗物质。我这样说，你们听得懂吗？懂啊！懂啊！懂。你的知识结构远高于他们，却不懂得如何把知识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传播。你也应该再好好学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宣墨，上次考试你撒谎了，我身体不舒服，你必须要叫家长，叫家长。医生都说了，他需要慢慢的恢复，哪里撒谎了？老师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您这就是歧视，歧视一个在恢复中的病人。还有啊，你凭什么会辱我孩子啊？